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。首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上港队中圈开球，但是两次左路的传中落点呢都不理想。姜志鹏把人带开，想传一个后点，有人顶在门柱上，紧接着尹洪波跟上左脚的补射，北上海上港队在门前堵了炮眼。在这里啊，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本场第十五分钟，苏宁超市将为大家送上一波。我们看，说话之间，上海上港队突如其来打入一球，这是都在让，冲到禁区了，都在让。哎，这球其实滕小峰这个出击是有点莫名其妙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看，本来是姜志鹏回来已经把握住了这个球的落点位置，没错。但是呢，苏宁急务小彪扫地机，单目视觉导航，彩屏监控，抢先价999元。哎呦！说话之间，河北海星部队在前场又是快速凌厉的地面传接配合。这个其实感觉不是这个他的点啊，但是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起跳找到这个高点。今天科尔曼确实是挺伤心的。外围来一条传，漂亮！好看又好开的 SUV 传奇 GS5， 10.98万起，点燃你激情。哎呦，这个球危险啊！又来一条远射，姜志鹏，也是脚下有点多。翟伟，好球啊！严俊凌啊！严俊凌太厉害了！我这一球都能被严俊凌稳稳地扑在怀里，不脱手。传球，你看准确性也不够。好球啊！有没有？哎呦，力量太大！上港很好的机会，3-4。博尔克一对一对着赵宇豪，加速，小角度。这一下赵宇豪其实没有盲目是对的。这么打有点难，但是卡埃比还拿下来了。胸部停球，回做给董学生。传的分量呢稍微大了一点，让进来马尔康。这样的球大禁区脚上没有做更多的判断选择。45度起球，做球做回来，做的比较靠后，马尔康好球，没有射门机会，给他边路再送门前。漂亮！严俊凌这下是没办法了，还比这一下其实很合理啊，这一下传的是好啊，漂亮。球敲回来，右边路小将曹强龙45度起球。这个球准确的找到了点球点附近的马尔康，也有一脚很好高质量的远射。好的，漂亮啊，打得真漂亮，艾哈迈卢夫。从外脚背这一波，对，非常的聪明。是的，这个其实赵宇豪的位置啊，不能，因为这个是不能退了。洪博，中路直传，漂亮！两个前锋之间的踢墙配合，还是身有手啊！界外球。外围还有，好球！整个大禁区线、罚球弧附近，上港队防守全空了。边线球发出来以后，主裁马日奇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